我没喝多，你喝多了。上次咱俩这么走，咱也不傻，应该是在瑞士吧？对啊，很久以前了。我总是那么迟钝，尤其对待阿锦，好直好直。对呀，你先别接电话，我真心祝福你们两个人。但是，我会像你当初守护我一样守护你，这是我欠你的。你喝多了。 我是鼓足勇气跟你说的，我现在真的不幸福，很不幸福，我后悔死了，我真的后悔死了。哎，小花，小花，你喝多了，小花。 喂，菲菲，导游那事儿你想怎么样了？到底去不去啊？去的话你就先到我这儿来啊，你不能穿太休闲了，我得给你配身衣服，人家可是土豪。是不是程佳莹不让你去啊？他要不让你去的话，我叫别人了啊。不过咱说好了，这钱是留给阿姨治病用的。我去，佳姨，我在家里拿点东西，我去酒店找你。行，哎，那我要不要等你一起吃夜宵啊？我不吃了，我没胃口，一会儿见啊。 乔飞，乔飞，韩娜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乔飞，开门！乔飞，他走了一个多小时了。你的手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扭着筋了，养两天就好，手术肯定没问题。你不会还没告诉乔飞我能救他妈妈的命吧？ 不过没关系，我会自己告诉他。现在对乔飞而言，我比你有用多了。等你收好了，我就让阿姨不用来了。哎，阿姨还得来啊！早，你居然踩着点儿来的？准时吧。
怎么看都不看我。去训练室把这份口译练习一下。莹莹，帮我拿进去吧，我去趟厕所。就业的必备条件，然而考驾照的各项费用昂贵，至少得花费1500欧元，况且要等候数个月。该你了。Le moustique tigre ou Aedes albopictus, originaire d'Asie。这篇刚才讨论过了。怎么了？跟程主任聊完以后变那么恍惚了？他说我爱紧张，对工作不利，应该克服这种情绪。哎，结果我现在更紧张了。我是不是做不了同传？谁见到他不紧张啊？我一开始见到他跟耗子见了猫一样，后来发现他私底下，没准更可怕呢。是吗？你这么了解我？不了解。大家都急着回家吗？不着急的话，咱们互相了解了解。你们现在训练太无聊了。我们当年第一年训练的时候是边喝边练。喝，我们有喝的，我去拿。咱们来玩个游戏吧，真心话大冒险。是想玩动词变位还是阴阳性？阴阳性吧，动词变位太啰嗦。怎么玩？一个人提问，一个人回答。如果答对了，回答的人让提问的人选择是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；如果答错了，就由出题的人来选择。那就算蒙，也有50%的把握。所以要慎重出题。谁先来？我先吧。Silis， 程主任回答。你确定要问我吗？确定。二氧化硅阴性。别忘了，我可是理科状元。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大冒险。
还记得莫雷医生吗？这是他在非洲的电话号码。三个问题，问到他什么时候回瑞士。问不到就帮全办公室买一个礼拜咖啡怎么样？没问题。Bonjour, restaurant Paul Bocuse. Je voudrais confirmer le repas du réveillon que Docteur Mollet a réservé. Mousse de langouste. Ah bon, nous pouvons exceptionnellement reporter sa réservation, mais il faut nous rappeler un mois à l'avance. Alors, sa date de retour en Suisse. Bon, je reporte sa réservation au mois de janvier prochain. Bonne journée. Paul Bocuse, 是苏黎世那个餐厅吗？好贵！我在瑞士的时候一直想去一次，没舍得。我都没去过，我在旅游节目上看的。他明年一月中旬回国。我来一个，刚才乔飞说了龙虾慕斯，就慕斯吧。问杨燕。做阴性名词的时候是泡沫，还有苔藓的意思。做阳性名词的时候，我忘了。少年见习水手，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真心话吧。你不玩大冒险啊？哎，那你做过最后悔的事是什么？告密。告密？你会去告密啊？这是第二个问题了。好了，到我了。哎，问杨燕，挑个男的，看他告的什么密。他要想说，自然会说，对吧？皇宫的，乔飞。就算问我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？阳性是正面受手，阴性是比赛会见。真心话。就问问程主任，下班以后的生活吧，是不是真的没有私人空间啊？当然不是了。昨天下班以后，我还约了曾经我暗恋过的人一起吃晚饭。那有没有再续前缘？当然没有，因为现在我已经有了新的我喜欢的人。那你为什么约他见面？这是第三个问题了，没有必要回答。好了，你们接着玩吧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问错问题了，你应该问他现在是恋爱还是暗恋。我以为程家阳是不会谈恋爱的那种工作狂呢。你们玩，我先走了。